大爷，求求你，求求你行个好，我们家人在那边，你就让我们过去好吗？这个是你孙女吗？挺漂亮啊！啊，不许动我们的孩子！大爷，黄花闺女有什么好？蜜桃还是出熟的有味道，您说是不是？进去吧。大娘。哎。大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哼，咱们镇的洪五爷只对三件事有兴趣。第一，就是钱；第二，就是漂亮的女人；第三，是能打的人。你是说能打？你能打？能。随便挑一个，打赢了我就给你进洪五爷的入场票。一起来吧，不过要是我赢了，你要让全部人都能进去。好。小心啊。厉害厉害，走了。哎呀，带我大孙子吃好吃的去喽，走喽，慢点慢点。买菜了，媳妇，媳妇，哎呀，娘。娘，难吃死了。哎呀，你不是肚子饿吗？肚子饿就凑合着吃了。饿了也不能吃这么难吃的东西啊！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带我来这种破店。哎呀，哎，冲坏了，冲坏了！老板，来了来了。什么事啊，大爷？是刚才那个老先生。我能不能自己去厨房煮碗面给我孙子吃啊？当然好了，最好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很快煮碗面出来给你吃。原来是个做面师傅。哎，老师傅，果然有两下子。哎呀，小意思啦。哎，就收一半的钱啊，你还没定？没问题，有啊，慢慢吃啊。嗯，来了来了。嗯，手艺不错呀。好吃吗？嗯。各位大爷，有何贵干呢？老家伙，你这生意还想不想做了？五爷，您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您知道我笨呐，小的真不知道哪儿把您得罪了呀。跟我这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？想死是吧？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呀，五爷。真不知道。那我提醒提醒你，这个月的保护费交了吗？给，就这么多。
吃你！五爷，你哪怕要饭了吗？啊，不想活了吗？啊！五爷，我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我给五爷就这么多了。行了，今儿这就没你事了，滚！二当家了。走，二当家，那天那个能打的人就在那边。兄弟，那条道上呢？北方来的，想找麻烦，想找工作。有见洪五爷的资格。什么时候？再通知你。行。好。爷爷，这些人算坏人吗？算是，但不是最坏那个。你为什么不吃呢？你又要去做那种事了吗？好，你们俩就别嫌弃，暂时住着了。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要睡觉。待会儿好不好？等一下。我要睡觉。哎呀，小孩子就这样。明天呢，你要开始为我做面啊！是是是。啊，房租呢就在工钱里扣，知道吧？是是，没问题，当然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俩为什么到这里来啊？我们是路过的，没有为什么呀。这里是不是有个叫洪五爷的？洪五爷，听说以前呢，他还是个军阀，没仗打了。带了手下，当了山贼，经过一个地方就打劫一个地方。3年前，取代了这里的镇长，雀巢鸠占。哎，这里没有人反抗吗？哼，当然有了，但是谁又是对手啊？啊，就这样吧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见到洪爷了，还不下跪？跪下！有本事的人不用跪。老哥，这位就是李小乔大师。
从今天起，我就教你如何与他们相处。那当家的，当家的，滚开吧！哎呀，当家的请留步！哎呀，当家的，哎呀，哎呀，当家的，你看店里面有几个姑娘，还做什么生意啊？啊，你呀，我看你们还是关门算了。哎呀，当家的，这个月封了闸，不让人进出，那我们这儿当然就没什么新人了。哎呀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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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！哎哎，当家的，哎呀，憋了那么久，倒霉。大爷，您是要姑娘吗？你是新来的，为什么不去找老鸨？去老鸨那儿需要签卖身契，我只想赚点快钱。跟我走啊。程毅，这些人都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军阀，只是官样镇民不聊生，特请你终止。停！兄弟，让个路。你哑巴不成？窖里面只有一个人吗？是又怎样？你们这些搜刮民脂民膏的恶人，我要替天行道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长官，就一个人。没事的，我奉劝你们不要再与他狼狈为奸，我可以放你们走，不然我就替天行道。八极拳，兄弟，我们长官和你们李掌门有点交情，何必苦苦相逼？师父，别动怒！师父，师父，你个畜生，我今天就废了你！程毅，还不快走！走啊！畜生，让我再发现你使用八极拳，我就亲自清理门户！保护我，快保护我！人家这不是第一次吗？有点不太习惯，要不我先给您捏捏肩。哎，也好。舒服吗？不错。青，没见过吗？没，看着挺厉害的样子。当然厉害了，这是我们鬼道盟的图腾。鬼道盟？没听说过吗？当然听过。害怕吗？害怕。
这个图腾是要当家才可以刺上去的。告诉你，我就是鬼道盟的三当家。哎，您可真厉害。又怎么了？人家就说好奇嘛。您要真是三当家，来吧，宝贝儿。那些大生意，岂不都是有您的份儿啊？当然了。我听说十年前，铁爪帮被灭门，是鬼道盟做的。这事儿是真的吗？丫头，你这么年轻，连这个事儿你也知道？我呀，也只是听说而已。那个时候，您在吗？我当然在。那就对了。老二，数目不对。嗯，之前你们说七个人，现在是九个。放肆！你说几个？九个？九个。嘿嘿嘿，照给。谢谢程毅。三天后有更大的买卖上门，你感兴趣吗？我只对钱有兴趣。大哥哥，你去干什么了？我出去买东西了。买什么呀？买药啊。哎，还有糖果，要不要？要。哎呀，爷爷，我要吃糖果。大哥哥赚钱很辛苦的，他的东西我们不能拿。快快快快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我要吃糖果。走走，我们走。哎呀，老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本来想扔给小孩的，要失手了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啊。我要吃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街上有好多好多糖，我们去街上买糖吃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？好。要不要？要。那我们走走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说话算数啊。蝶舞，我回来了。你为什么不喝药？你去外面干活，我喝不喝药又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说过，没事的。我杀的都是十恶不赦之人。要你在刀口上过活，我怎能安心呢？不要让我再担心了，好吗？看我这个德行，我可以做什么？我来此的目的就是接近五爷。之前因为使用八极拳除暴，暴露了门派身份，致使八极堂被恶人寻仇，所以我要为民除害，洗脱罪名，顺便帮你治病。是我连累了。蝶舞，你别多想。老三是被活活饿死的。最后一个见过他的人是谁啊？是老鸨，说他找不着姑娘，生气走了。
这个镇子上没有一个人懂这门武功的，是新来的。昨天镇上大约来了十个人，其中包括程毅跟他的妻子。老五，哎，查查其他人的来历。是。卖菜了，新鲜的蔬菜。爷爷，爷爷，咱们去哪儿？去买面粉啊！买面粉我不去。顺便买糖果。好，走。忙着呢。哎，大爷。哎，他们俩是你什么人啊？我婆婆和我闺女。啊。哎，你们家男人呢？他不在。他不在啊？哎呦，但是他说今天给我钱呢。那他不在，这个钱你们也得给啊。大爷，您看今天刚开档，哪有钱给你们呀？没钱给我砸。哎呀，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千万不要砸呀。行行好，求求你们了，不要砸呀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！行行好，不要砸！你们几个欺负老幼妇孺就是不对的。这位大哥，这位大哥，小孩子不会说话，请原谅，不要见怪，不要见怪，不要见怪呀，不要见怪。我，这是你们家孩子啊？是我孙子，这挺厉害呀，这脚是吗？不是不是，但是他把我的兄弟给踹伤了，怎么办呢？哎呦，这哦，哎呀，没钱。这样吧，你们揍我一顿怎么样？让开让开让开，揍你一顿呢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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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不欺负老人家，不行。但是就好，踹一脚嘛，还是可以的，行是吧？不行不行，踹！哎呦！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哎呦！咬我！哎呦！起来，起来，给我打！死我了！怎么能打一个老人呢？给我打！天理不容啊！打死这个！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呢？救命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啊！你们丧尽天良啊！你们怎么能打老人呢？你们这样，走！丧尽天良！我救命！控制点我！啊，老人家，快起来！来，坐下。受伤了吗？是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坐下，谢谢，谢谢。爷爷，你演的不错呀。没事没事，那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你。我们先走了，谢谢你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，谢谢。哎呦，谢谢。我听说你们家欠钱是吗？哎呀，哎呀，都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沾染了赌博的恶习，一出去就好几天不回来，还拉了一屁股的债。你告诉我你儿子在哪儿，我让我爷爷把你儿子找回来。孩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，你们就别趟这浑水了，哎，跟爷爷回去吧啊！谢谢谢谢谢啊，回去了，走啊！真是，我答应你，帮你把你儿子找回来。行行行行行，好，行行行，回去了，谢谢您，老人家，走，小心点啊！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，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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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注下注啊！我买的，买的买的买的，我也买的，我买的，我也买的。嗨，四五五大！哎呀，哎，赢了啊，赢了，来，好，爷爷，咱咱买定离手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买小买小买小，我买小，来来，相助相助，买小买小，买定离手啊，相助相助，定赢了，你说对。三
条一，轰杀！哎，中了啊！我的？是啊，不知道自己中了都不知道，自己下的三条。来来来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！我买的，买的，买的，买的！我要上，我买的！来来来来来，全押上！来来来来，开！幺二九，赢了就好了，不要贪心啊！走。哎，唐博士，莲花，到底是谁让您这个恩公来搭救我的？是你母亲，还有你老婆和你女儿。我娘、我闺女都来了。哎呀，当然啦！你在这边堵了好几天都没回家了，你呀、啊，而且还被债主找上门了。哎呀，都是我不好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有钱了，就把债还了嘛，以后不要再赌了啊。想走？没那么容易吧？哎呀，哎，这位大哥，是不是有点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你是哪条路上来的人？哎呀，没有，我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小孩路过，没什么来路，没什么来路。是吗？那刚才你露的那一手又是什么来头？你说刚才赢钱，哎呀，不过是我的运气好而已，没什么，有运气。那好，把你刚才赢的钱全部给留下，我可以放你走。哦，可以放我走了。那行行行，好好好好。不好，不交又怎样？不交嘛，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。我爷爷打死你！给我上！哎呦，哎呦！梁翁，你好些了吗？梁翁，你看你，让你去帮我找那个不争气的儿子，害得你被人家这么毒打一顿，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！没有啊。哎呀，你可真是个好人呐！没有啊。爷爷，你咋不？爹，你为什么这样烦恼呀？好不容易赢点钱，刚才全让他们抢，这要是一会儿来收账，可怎么办？明明是他们抢了我们的钱，现在又来跟我们收账，这还有天理吗？嘿，你跟这帮人讲道理啊？嘿，那要是他们一会儿来了，那我们可怎么办啊？要是原来的陈镇长还在就好喽。镇长，您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这个镇子上原来呢有一个姓陈的镇长啊，把这个镇子管理的也是井井有条。嗯，我们呢倒也安居乐业。嗯，直到后来呢，也不知道是打哪传出来的，说我们镇子上呢，哎，埋了一个宝藏，这就招来了什么山贼啊、草寇啊什么的，不断的骚扰这个镇子。直到后来这个洪五爷的出现，他跟这个镇长说是要帮着赶走他们，但镇长还就信了。哎呦，没想到，嘿，您猜怎么着？这是引狼入室，让这个洪五爷自立为王。哦，那这样说，那个陈镇长是被杀了吗？嗯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听说，哎，听说好像是被软禁起来了。反正打这以后，哎，我们这个镇子呢，这个进进出出的人啊，都得经过严格筛选。我想跟我媳妇儿回去过年都不行，只好让我娘跟我闺女来找我了。这样说不是有进无出吗？说的就是啊。这事儿您不知道？哎呀，我当然不知道了，我们只是路过的。哎，你说那个洪五爷，你们为什么不反抗呢？嘿。我们这些个小老百姓哪敢反抗人家？哎，不过也有看不过眼的，说是要往外送信求救，但是后来都没音信了。哦，哎，恩公，您对我有恩，要不我想想办法，把你跟阿成先送出城。
哎呀，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哎，先把你目前的问题解决好了再说啊。哎，我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我那就是钱的问题，他们就问我要钱，我没钱，他们能把我怎么着？这样说，我们目前不是要找钱？五爷，杀死老三的凶手没找到。老四，你的班长也没找到。这城里的人都找遍了，没有会武功的。接着找。我们要对付的就是他嘛。啊，对，那个红五爷我是惹不起，但是呢，整个镇子上钱进出最多的就是他。那你怎么知道钱在他身上呢？哎呀，我观察很久了，他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出去一趟，我就想啊，他肯定是拿着这个赌场里的钱回去给他主子。怎么样，咱们怎么动手？你是不是怕了？哎呀，你说那个红五爷，我哎，那个红五爷啊，平时总是欺压我，我就想吧，这回我就是收回来点利息，这不过分吧？我赞成。哎，那帮人刚才一直欺负你，我就看不过眼。站好，我现在命令你去寻仇。你命令你爷爷？等，行，这样吧，我们先跟着他，看有机会我们再动手。哎，好。大爷，回来。怎么了，梁王？大爷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哎，认识。哎，认识。是昨天跟我们一起进来的大姐。那咱们怎么办？等会儿再说。把我可要照顾好。走。啊，快走快走。来嘛。哎，他们要去哪儿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们是要去那个。不能在小孩子面前说。你告诉我他们要去哪儿？不知道。你明明知道。哎呀，我真不知道。去那边多好，为什么来这儿啊？这边安静嘛。哎，让我想一想。讨厌。来吧。来。哎，小孩子不能看。哎，不能看。说。大当家的叫洪五爷。二当家的是个白面书生，三当家的就是个冷面杀手，还有四当家的是负责守门的，五当家还有吗？没有了。不要！哎，不要！不！哎呦，哎呀，嘿。你们跟他一伙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大姐，你忘了，我们昨天跟你一起进来的。是啊。那为什么要阻止我？哎呀，姑娘啊，你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要杀了他呀？啊？我是为父母报仇。啊，那就可以。那你们不会向洪五爷告发我吧？不会。第二个人了，这个人是明摆着要和我作对呀。昨天的人已经查验过，没有可疑的。这么说，这个人一直潜伏在这里，最近才发难。看致死的伤势都是被徒手活活饿死的。老二，你看像不像？这不可能。这铁爪王十年前已经灭了门，而且没人知道是我们。
陈爷，你怎么看？是个找数高手，而且是个女的。女的？你从哪里看出来是个女的？你们看，从指痕上来看，只可能属于一个女的，或者是一个小孩的手。但是，一个小孩不可能有这种功力吧？有道理。有什么要我办的？这个人就在这个镇里，我让你帮我把他找出来。然后呢？留活的给我带回来。能拥有这手爪功，不出三个门派，其中最有可能就是十年前无故灭门的铁爪帮。如此高手，扑杀容易，活捉困难，所以我要收上次的三倍。这些我给。过两天我让老二把钱给你送过去，不过我要快。好。为了区区这么一个女的，值得吗？我是不想让这家伙破坏了我们的大生意。大生意？啊！恩公，恩公，没事吧？恩公，那，恩公，那个女的，那个，那是什么来路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不是，那咱们看见她长相了，她不会找咱们来灭口吧？阿成。你怕不怕？我不怕。小孩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啊？赶快吃，赶快吃。爷爷煮的面好吃吗？好吃。那好，好吃就多吃点啊。我可以坐这儿吗？姐姐，你坐吧。你是谁呀？我不认识你。我也不认识。你不认识他，你为什么让他坐这儿啊？前辈，今日的事，能不能当作没看见啊？今日的事，阿成。今日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就是没有啊。那他呢？他没事儿。那就拜托了。为了表示感谢，今天这顿饭我请。哎，不用，这顿饭有人请了。恩公，闭嘴！你忘了你今天什么都没看到吗？我。为什么要走？那边的人已经查到了线索，很快就会找来。现在只能委屈你了。可是我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八极堂吗？是，所以你就要做到底。我懂。从今天起，我就负上欺师灭祖的恶名。拿着。大师兄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不能收。成毅，这个世上
没有什么比生死更重要。你既然为我们付出这么多，这区区身外之物又何足挂齿？拿去。丁武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有点头晕。一定是太久没吃药，让你身体变虚了。来，我带你看大夫去。哎，怎么了？盘缠，我们都花光了，哪有钱看大夫啊？缓缓就好了。老板，开个价吧。你要多少钱啊？您看着办吧。好，我给你一个好价钱。程一，别太难为自己了。我只相信一句话：天无绝人之路。你就是杀死那两个人的凶手，劝你束手就擒，否则我不会跟你客气。去小便，麻烦死了。哎，哎，姑娘，快去叫姐姐帮忙。没事吧？多谢姑娘。一二三四。好了，梁翁。怎么样啊？按您的吩咐，已经敷好药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，打扰了。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姐姐，你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对了，你老公呢？阿成。程毅出去干活了。程毅，哦，程毅是你老公？他是干什么的呀？阿成，为什么你能问名字，我就不能问职业了？阿成，我的意思是，站好，那我过去问姐姐。姐姐，是谁把你打伤的？把姐姐打成这样的那个人呢，是一个高大威猛、浓眉大眼、短头发的人，使了一套很厉害的拳法。蝶舞，蝶舞，对不起，失陪了。蝶舞，程毅，回来了。
你怎么在别人的房间呢？小孩子来找我，说老爷子病了，我去送了一些药。老先生病了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来，喝点茶。那女人真是你打伤的。你不是个武者吗？现在连女人也下得了手了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明白吗？你以为我不明白吗？我知道，这些年你为我吃尽了苦头，但如果因为我让你连尊严也不要了的话，那我宁可去死。今天晚上应该没事了，梁翁啊，谢谢你。哎，明明是我给你送的水，你为什么谢谢他不谢谢我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行了，我谢谢你好了。也谢谢你，这样才是。姑娘，你姓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江湖上铁爪帮的帮主黄老七，他的独门功夫铁爪功名震江湖。哎，我看了你就是这种功夫。你说又姓黄，你是他女儿吗？嗯。十年前铁爪帮被人家灭门，哎，我怀疑这些凶手就在这个镇上。没错，就是鬼道盟的人，我就算拼了命也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梁翁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爷爷就是我是那个你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养伤，等伤养好了再说啊。嗯，行吗？行吧。嗯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老先生，有事吗？你到底把那个女的藏在哪里？啊？女的？哎呦，是什么女的？我不知道，没有啊。你以为你装傻，我就拿你没办法？我看你怎么装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别打了，哎呦，我老人家你就别打了，哎呦去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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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先生，你就继续装吧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我找那个女的时候有人挡我路，我不会留情的。哎，姑娘，哎，
我看你今天啊就必须走。梁翁啊，我不报仇，我不能走啊。哎呀，不行啊，你伤势还没好，现在去那是九死一生啊。何况小秋一家，他们老老少少，他们出门在外也要有人保护的，要不然非常危险的。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哎呀，嗯。可是，恩公，那您的意思是我带着那女的一块走？嗯，那怎么行呢？梁王，您想要我们一家人怎么做呢？我想啊，你们尽快离开这里，最好就在今天。今天？嗯。还有啊，麻烦你带我朋友一起走。行，恩公，您这么帮助我们，您的大恩大德我都不知道怎么回报呢。这点区区小事，我不会推辞的。娘，你是不知道，那个女的。闭嘴！我已经决定了。那就谢谢你了。阿晨哥，嗯，你的爷爷是什么人啊？你们从什么地方来啊？嗯，我不能说。为啥呀？反正就是不能说。好吧，那我告诉你。小心，跑哪儿去了？你去哪儿了？你可终于回来了。阿成呢？他被抓走了。哎，谁干的？就是那天砸菜的那帮人。这，恩公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哎，鬼道盟那帮人无恶不作，当了人贩子也不稀奇。是啊，梁翁，我跟你一起去救阿成。哎呀，不行啊，你伤还没好，他们要你保护的。哎呀，这样吧，我先送你们出城，后面的事。我来处理。那您，哎，走，走，哎，走，走吧，快走，娘，小心。哎，有人在那守着，我们怎么过去啊？我有办法。不能走。哎，你们先走，我来对付他。嗯，我说，不能走。去你的！哎，你们走啊！梁翁，我留下吧。哎呀，保护咱们，走啊，走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休想！见了，哎呀，洪五爷，我要的货准备好了吗？兰儿是，带过来。是，走，快走。不错，能卖个好价钱。你们快放开我，否则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好谈谈价钱。好，大当家。五爷，出什么事了？外面来了个能打的人。能打？是诚意吗？
不是，是前两天来的那个老爷子。臭老头，来我们洪府干嘛？哼，我要告诉你妈。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，我必须回去。白姑娘，你真的要回去啊？嗯，姑娘，我们好不容易才离开那里，你为什么又要回去呢？鬼道盟那帮人穷凶极恶，梁翁他们对我有恩，我不能不管他们。你们多保重。娘，我也必须回去。去吧，小心啊，我们在那边等你。哎，爹，你要小心啊。知道了。等等我。嘿。呀！爷爷。你个老不死的，你到底是谁？爷爷，那个洋鬼子是个人贩子。啊。你就是这孩子的爷爷，啊，不如这样吧，你来帮我干，我给你一笔可观的银子，你考虑考虑。不用考虑。原来，一直把小孩卖到海外的那个人贩子，就是你。哎呀，老先生，我只是一个商人而已，什么生意赚钱我就做什么。你是一个成熟的人，应该明白。老东西，你不想在关阳镇做个无名鬼吧？你敢！哎呀，怎么回来了？梁翁，你知道的。哎，您别看我，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回来。哎呀，这就是正义感。哎。就是杀了我那两个兄弟的臭婊子吧？铁爪帮黄老七是我爹。讨债来了？当然。谁？你是陈镇长吗？是啊。
谢谢，谢谢。请问谁让你们来的？是梁翁。梁翁。是不是手下留情？你不该死。哎，八极门那个李元敬是你什么人呢？正是家师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你也不应该助纣为虐呀。梁武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有关系吗？对我很重要。我诚意欠你一条命。那就好。那你就为我办一件事来补偿。好，来，走吧。走。我不是红云，我郑军。阿成，来。梁翁啊，镇长来了。啊，陈镇长，这些人我就交给你处理了。好，谢了。好事点，别动，别乱动。你爹呢？啊，你帮我照顾阿成。好，来，阿成。爷爷，你又要去哪儿？爷爷还有重要的事情去办呢。喂，等一下，你们在镇口等我，好吧？好。听人说，曾经有个军统教头，因为家人在战乱中死掉了，隐退之后，从此浪迹江湖。后来当上了捕快，而且还改了个绰号，叫无名火，就是你吧？你是怎么知道我身份的？哎呀，只有常用刀枪的人受伤才会有茧呐，暴露了你的身份。果然厉害。
中招了吧？椅子让我打流血了吧？谢谢，爽吗？不爽，爽，爽。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跑了，跑了，跑了。准备去哪里啊？我跟蝶舞商量好了，我们决定回八极堂。哎，那你呢？我去赶着跟我家人团聚。各位，就此别过。去吧去吧。保重。保重啊。哎，你想去哪里啊？我姐姐刚才说想跟我们走，但是又不好意思说出来。跟我们走，乱说。就是嘛，那你意思怎样？我意思当然好了，问题是我们现在去哪儿都不知道呢。没关系的，反正我也不知道去哪儿，咱们就一起走吧。哎，那就好，没关系，你喜欢就好了。那我们走走。哎，走。你说梁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。阿成。